大家好，我是 Vicky。 那今天呢是我们组织的一场经济的学习活动，那么这场学习活动不光是给我们金融街集团的经济准备的，同时呢也包括了我们金融街集团旗下的这个所有子公司的经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 City of Wang， 我们今天呢学习的地点呢是著名开发商 Mankis 他们在这个 VMC 这个地点的一个 Discovery Center， 它的一个主要的售楼处的展示中心。那么正好呢是碰巧 Mankis 刚刚发售了他们的一个新的项目，这个 Bravo Anchor，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学习这个项目。那我们公司呢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参与在 VMC 这边发售的所有的项目，那么对于开发商 Mankis 来讲呢，他们的这个所有的项目从像这个Mobilio 呀 Festival 啊还有 Bravo 所有的项目我们公司都有参与销售，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大型的社区是非常熟悉的。我也希望我们的经济呢能够学习这个社区所有的一些这个未来的规划和来学习如何去销售这个楼盘。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我们这场学习活动怎么样了。如果大家呢想要去学习更多跟房地产相关的知识，不管是二手房的销售还是楼花的销售，那么想要去提高自己的这个个人的经济产量，那么都欢迎大家呢跟我们联系来了解更多的详情。好，谢谢大家。